买点啊，看海康瑞能不能买得到。哦，这颗雷 ，Lucy 这个手雷，这太准了。是的，不怕不。哎呦，这个过点完蛋出分了，这边又倒一个，喜欢打是吧？是，这两边的准度不一样啊。是的，要。这你看上去都是比较熟悉的人，比较熟悉的人，也是一个就是强度很高的一个阵容。但刚才这个出枪，感觉这昨天主要昨天打的太拉了，昨天这个撸点呀什么的是吧？小卡瑞埋了一个，但是马上就有人补枪啊 ，XC 还能扶，四打一了，先把人救起来，不着急。AK 的想要上来主动出击，而独狼这种，我这给你拿了三分。这不溜，还跟你耗是不可能的。过来直接野，打了还能打第二个吗？不太行啊，位置拉远了，先把人补掉。不让你补，准古斯塔夫这一波还是，封黑烟能救。对，原点刚才有枪线打过来了，还是要封个烟的。救不了了，出枪啊！这波不出枪的话，哎呀，对方过来直接野。这波看到 New Happy 人走以后。开车过来是把幻神给抓了，对他还是防了一手，他是就是直接换这个，可能就是换这个二号位啊。双甲车库啊，厕所反坡啊，防空洞啊，都是在圈线里面不错的位置啊。哦，那边 form 的话是有淘汰信息出现，应该是两边在转移过程当中，路上应该蹦子是的，而且转移路径的话跟 FQ 肯定是有些重叠的，两边都是 P 城的队伍，那在一些这个进圈思路上都是有点相似。FAM 这个位置的话 ，SQ 是提前踩住了，开车开脸上了 ，Unonex。哎，抓了出手，这完全顶不住的呀！我的 Lucy 已经倒了地啊，侧翼还有枪线，直接往前压制，哇，这一波真的是压得好快，瞬间解决战斗，天眼防不住啊！是的，你还是经验上面有点不太足吧，感觉，这一波其实这个圈星刷出来之后啊，防区的队伍，防区的没人，哎，正好是拿到了位置，但是刚落地啊，真难的出手 ，Summer 倒了，能不能拿车架一下位置，把人扶起来？哦，不行，但是真难补枪很快啊，这二也倒，人被补掉了，这边是 SQ 的出手，两侧都有枪线，很难顶啊。这个炮楼吃270度的枪线，哎，这个真没办法，不止两侧，三侧，这边还有 DY 的枪线。天马选择正面直接去进攻 PLM 的防空洞。泡泡纪念，哎，泡泡还吃到了一些远处的枪线。前把人也不多了。龙将军卡在这个半坡，其实双方都是各剩两人。哎，听到拉环声音了。哦，龙将军，但是远点的枪线，不过人头是被拿下了。是的。这个原点应该是给了一些补枪，我看今年是打到了的。他这个战壕包括整个圈形的，右下角的方向嘛，都是他一支队伍。哦 ，Gustav 被溜了。这是 PLM 在刚才防空洞里面没有参与分散投资，让一人先进圈了，有收益。他以前感觉也有那种情况，就一直没有改变过，就不会想太多，然后就上了。哦，还是被狼队给清了。对，天霸的位置基本上也上不来了。这个四打二，而且又在底坡所在防空洞内的，实在玩不了。哦 ，SQ 那边撞了17，两方都有损伤。但是这波雷出现了问题啊！哎呦，这一波 SQ 好像都能救啊，而且就没有给他视角啊，就看右上角一下就出现了好多好多这个17和 SQ 的信息，又雷倒队友的一个情况。撞了那个厕所，是我们先看这边场面吧，因为刚刚也没给到第一视角，看等会会不会回放有一些信息给到。对 ，Stman 呢是在这个厕所反坡在防守。FM 是想要拉出来清人的啊，但是被 Faze 还是限制了一下。FM 现在也只剩两个人了，这刷到了北边，达纳瓦再次控制了北部较为良好的地形防区。是的，伐木场内的话是有这个天眼，Sun Sister， 然后和别人踩到反坡揍他们就行。是的。你看他现在已经在限制了，哎，真不能否认，目前达纳瓦真是这个 PKL 那边的银河战舰。他这个主要是队内选手经验太足了，是的，这也强。旺仔能不能拉分？旺仔从背后的一个出枪，但这两枪很准啊，把旺仔还是打掉了。但是蓝圈已经过来了，这个蓝圈的速度还行吧，但是那这边扛起来走了。SQ 这里感觉也不好上山了，两侧是也是两边的这个 NTK 和 GS 都有枪线。
这两个人好像都可以扶，但达达瓦得到这个信息以后，也开始在往西边布防了。对，卡你的全边。嗯、是的，目前的话，达达瓦把枪先拉开啊，并且有人往这个圈内在踩位置。这个位置踩的还是很开的 ，SQ 只能往这个山头烽烟找机会往前混，但是圈边的队伍太多了，有 GEX 有 STK 的枪线，在两侧的夹击之下，这个 SQ 也没有活到最后，这个也没有拿到排名。哦，达达瓦这个区域控制。他本来想要往东边去退，但一看，真的是这个场上经验非常丰富。西边控出来啊，控下来之后，整个全形左上角就是伐木场的一个制高点了。他拿了最高的位置，对，伐木场最高点了。桑 C 这儿的防区其实，一般吧。那个防区西边那个炮楼，炮楼在旁边还有一个反坡，就达达瓦这一局的操作空间，包括控图面积都非常的。是的。大家都等待刷圈 ，STK 这个防护洞啊，应该也是被切走了。下一个圈型，哦，果然，刚刚底铺的那个 STK 的信息他们是有的。好，楠楠的一个出枪，再打一个。Vegas 这个位置确实，他这个一个出枪就让 GX 走不通，哪儿也走不了。嗯，他肯定就是一门心思就尽量进圈嘛，进不去算了。进不了一点。对，这局就是大局已定。嗯。很急啊，没有位置能藏。哎，他好急，他打了一个，但是又打了一个。哦 ，Rich Rich B 这波是一穿二啊，还剩他一个人，能一穿三吗？这个角度好像还有机会啊。感觉还有个操作。哎，这个第一时间的预瞄没瞄准。这波，然后后面还有 Sun Sister 一个枪线影响到了，有些枪线，而队友没了之后啊，心里也会、慌一下。正南马上要个位置，更不要说在这过点。被发现了，哎，看到了。这男没位置藏的，对 ，STK， 哦，达纳瓦想要对 Sun Sister 下手了，北边拉过来了三个人清理战场。是的，他们开启了拿分模式，因为 Happy 也是尽量全面的分数要全部吃掉。太难，哇，平原大将军直接大进去了，前面前面被压残了，但是这个火周边正好踩到，踩了明明的火，但是明明瞬间打两个，是的，反应过来了，这还有一个，还剩一个，换枪换大炮狙着。不急不急，等一下。是的，这波主要是男的稍微隔得有点远，这波被白了，人头全被 K 了。而且 QWERTY 和 Vegas 的人头都被 K 掉了。这波也没有等男的，两个人直接二打四往上顶。你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概念啊？这是你是不是看到队名了？是吧？你看到了什么人？你是暴打啊！两个人上打完了都是处理下了。哎，打了一个，再拿一分，能不能拿下？我回头就打达纳瓦，左右开弓，自信。先把这一分拿了，被 K。可以了，这个熬咬吧，我觉得他这个圈边好像还能待。后面啊，完了，被发现了，还是被 Salute 发现了。那 Salute 可能有个信息误判啊，对，就左下角清干净了。那影响其实也不大了，对。但直接找，没问题。这一波最后四打一。现在这个游戏叫捉迷藏。感觉像是抢分一样，在排点 ，Loki 底坡已经排完了，好像看到了，跳过来直接清掉 ，OK， 达纳拿下了今日的第二只鸡，对，是的，